大家好，我是紫苏。现在我姐姐过来帮我看店了。今天上午我都没有营业，今天下午呢也有点事。文文在那边眼镜店等我，她今年的视力又下降了，要给她换个镜片了。400多，我的天，怎么一下加深了这么多啊？戴了多久的病？去年都是200多哎。那眼镜是300。哪个？原来的呀？啊，没有，我记得是200多到180的。250到245。嗯，没有300。现在视力加深，你到时候还精准测一下哈。天哪，高度近视了，400多了。下，上，右，下，左。红色的八分清楚，还是绿色的八分清楚？红色哈，现在看最底下这一排是。你看你还不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。是，他是健康吗？是，这么年轻小孩子那么大，好了，镜框没坏，就换这个镜片就可以了。对，可以，就换镜片也行。你要不要给他去镜框看疲劳？看疲劳可以送一副镜框给你。这种的他去年背的是，这个是刚刚的图片。刚刚光跟看疲劳，你价格一下子，我现在有几百块钱，哪一种好？那肯定看疲劳最好。其实高中好多学生配的，我们都是这一款镜片，反馈给我们他们的眼睛非常舒服，是这样子的。我们这个镜片是，对，等于说这个框都可以随便选，两部送，薄一点的就是这个哈，98那种的打折哈。对，满了18周岁过后，它相对来说慢慢稳定哈。这个原先的，然后还有一天打了几个孔，干嘛打孔啊？干嘛？我们要拿之前那个模板做这个模板，哦，都要这样子做的，模具一样的，对，模具一样，我们所有的都是这样子，哦，啊，那不是没用了？这个没有用了，看看行不行？怎么样？这样肯定好清楚吧？嗯，清楚了吗？能看得清楚我吗？要不要眼镜盒？眼镜。随便选一个这个。现在我们回来了，幸亏姐姐过来帮我看店了。所有的价格她也知道，因为我们都是做便利店的嘛。你们觉得我们刚刚换的那个眼镜贵不贵？今天花了400多块钱哦，我觉得有点贵了。可是王文坚持要那个抗疲劳的，所以就给他要了那一款。